观点其实在我看来是很幼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立柱顶千斤，而不是说立柱不能被四角。这样，志华，我打断你，咱们出去好吧？咱们，我的原则，能用行动解决的，绝不用嘴。咱们现在出去，你看。当烟雾随晨光飘散，枕畔的湖已风干，期待一堆火车等待，而我告别了突然。当泪痕勾勒着遗憾，回忆跨时间伤感，是水笔与时光荏苒，终于我们不再为了生命狂欢，为爱情狂乱，然而青春彼岸，剩下真要一天一天一天的灿烂。说不能让我此生唯一自转，如同是一般，不论多远未来，独来依然一字一句一遍都灿烂，让天空解释着未来。